由香港 TVB 视后胡杏儿、台视一哥黄少祺等演员主演的家庭伦理剧《金玉满堂》于12日亮相上海电视节。据悉，在《金玉满堂》中，胡杏儿出演百年企业金玉堂掌门的爱女张含燕。活动当天，胡杏儿、黄少祺等主创齐齐亮相，为该剧展台宣传。自胡杏儿与黄宗泽两人公开恋情之后，媒体对两人何时结婚也显得尤为关心，但一直以工作为重心的胡杏儿似乎并没有把结婚排上议事日程。采访中，胡杏儿也再次直言近期没有喜讯传出，而两人此次同时亮相上海电视节也完全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。近期有结婚的计划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次黄宗泽为什么没有过来？其实这一切都是主要是工作了，所以